咱们现在过来摘点菜。今天老爸去吃白事酒了，咱们之前的那个大爷爷，前天给他过七十大寿的那位，他过世了。昨天晚上的时候给老爸打电话，就老爸今天挖不了藕，挖不了藕，得把他那个事儿办完了之后他才能挖藕。今天咱们就记点其他的菜，把小白菜、辣椒其他菜记了，小白菜一点雨水都不能沾。之前就是下了几天雨，有一个单子摘的太着急了，那个白菜就闷烂了。这个辣椒最近两天都在摘，都没怎么长大就被我们摘了，太少了今天辣椒。摘了点小白菜，这个季的白菜咱们摘的是早熟五号哈，因为啥呢？卤白叶子太薄太脆了，长得又长，不好系，损耗太大，所以卤白只能在本地买的。早熟五号它就稍微长得矮一些，矮一点，延展性会好一些。卤白太脆太嫩，在里面一闷可能就闷烂了，而且很容易脱水。这个是野生的青菜叶子，也是芥菜大家族的，这个叶子做酸菜太好吃了，野生的。之前这有一颗，把种子掉地上，长了几颗。这还有一颗，好大呀！这个是阳江，开这个花像小太阳一样。等温度再低一点了，卤白就可以系了。现在温度还是不行啊，最近气温又回升了。茼蒿菜哈，上次摘了一波，看到旁边发侧枝了，这里，这一定要给它打底，再等个三五天又可以再摘一波了。看，这个是第二波，边上侧枝，你从这掐了之后，这里还会继续发，它每一片叶子上面就会发侧枝。这花卉植物玛格丽特，就是属于菊科类的茼蒿属，所以它跟茼蒿菜的花基本上都差不多。只是它的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茼蒿菜的话一般就是黄色的，就直接把它种到花盆里面，修修剪剪还能吃，对吧？然后来年春天还可以看花，多好呀，都不需要花钱再买玛格丽特花了，能吃能看。茼蒿菜虽然价格可以，为啥咱们种的少呢？是因为往年茼蒿菜和甜菜就是菠菜的发芽率都不好，如果说大面积种它的话，没有买到好种子，那咱们的时间就浪费了，过了那个时间再去撒的话就跟不上嘛。我们今年还撒了乌塌菜，有些地方好像叫它泡泡菜，之前没种过，今年第一次种，我们让老爸种的。这里的香菜这片儿长这么大了，盐酸菜，你拆的美大给它。盐酸菜就是摘起来麻烦，还得清洗，所以它贵呀、啊。好，还是种长长。嗯，下个星期就会美的了。小玩小玩，就往后咱们的菜就会越来越多了，不是光只有白菜了。好，这个有点大，好香啊。盐酸菜的根系也是可以吃的，它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直接烫火锅吃。根系吃的是甜甜的，有点儿，有些地方好像不吃它的根系。我们这儿有些顾客买盐酸菜的时候都不知道根系也能吃，我们跟他说了，他们尝试一下，哎，还真的还不错，凉拌着吃，放点辣椒面也挺好吃的，上面浇点油，可以直接拌饭吃。这边的白菜是老爸直接移栽的。一窝栽一颗，走了，回家吃饭去吧。我们最近很少在外面吃东西了，基本上吃个馒头，然后中午回家吃早中饭，还是觉得自家的菜更好吃，更香。在外面吃还得花钱，
本来卖菜都挣不到几个钱，全花了吃上了。炒了个小白菜，吃饭。今天吃的哦，折耳根、小白菜、那南瓜，这个是买的卤菜。嗯，新疆的啥？这个白菜炒起是碎的，把它炖的软就软了，炖死了，炖一下就软了。这个折耳根真的越嚼越香，脆脆的。自家的饭菜吃的就是香啊！去年出头天在外面吃也吃腻了，这一碗我会氧化成这个颜色了。蔬菜组合，还有一根菱角丝瓜。小哥今天也好忙啊，5:10才过来取货，平时是5点过来取货，这会儿过来继续摘白菜，明天继续出摊儿。现在6:20了。咱们在摘这个白菜的时候，最好拿个刀子切着根部给它切割，如果用手拔的话，因为咱们是直播的嘛，种撒的比较多，直接拔它会把旁边那些其他的小白菜根系拔伤，根系拔伤的时候它还得缓苗，就会延迟它长大的时间。因为上次没带刀子，直接用手拔的，第二天发现旁边有好多白菜，它就已经蔫了，脱水的状态了。比如说我要摘这一颗，我直接拔的话会把旁边这些根系拔伤，而且第二天的时候它就蔫蔫的，缓不过来苗的话可能就会死了，但一般都能缓得过来，只是说需要花时间去缓，就会长得慢一些了。给它根部直接切割，看这样就不损伤，不会动旁边的泥土，这也不影响其他的周围的这些。因为咱们现在就是这个阶段，相当于就是给它尖苗，之前煤窝撒的比较多，不尖苗就会徒长，而且后续的话就会黄叶闷到一起，还会烂。因为这会儿的白菜它是比较脆弱的，你像种菜种花，它主要是先养根系，根系养得好它就长得好。这会儿叶子好脆，白天的时候有太阳，叶子是棉的。都不知道剪掉了没有，看不见了。白天好热，这会儿好凉快啊。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昼夜温差很大，晚上只有10度左右，白天能到24度、25度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气温变化如此之快，还是要注意保暖，特别是抵抗力差的，像我姐一样。
稍微不注意就又生病了，应该是没掉，我检查了一下，虽然不值钱吧，但是也别浪费。每一棵小苗可能就是我们的一滴汗水，所以要珍惜我们的蔬菜，珍惜我们的粮食。